Lovely. Central bus station at Heathrow. Yep. 所以它这个 seat 呢是 free seating 的，就是说你要坐哪里都可以。 Open journey. Members permission of journey. check 我的 Bangladesh 的 visa 还有那个 疫苗 的证书，所以自己是蛮严格一下。我从来没有用这个 Go Card 进过这个 lounge，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升 Go Card， 费了这么多年，终于。 这边是一个 bar 的区域。啊 ？OK， 算了。哦，这边是它的 lunch area，一大堆的饮料，然后这里有。 好多食物，所以接下来行程就是从 London 飞到 Kuwait， 然后再从 Kuwait 飞到 Dhaka， 也就是 Bangladesh 的首都。然后刚才在。 候机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是跟我这么突然非常的不舒服，有一个念头想要回马来西亚，就是身体的不舒服啦，肚子就绞得很痛，我想回去看医生。这是我座位，我还差不多坐到我的位置上。<笑> 那个笔啊，都被偷掉了，妈呀！ 好多人呐、啊！突然有一个 staff 过来看我。Sorry？ 哦，big one。哦，你妈妈。所以我自己租了一个 taxi， 1800大概差不多换算成马币要70多块吧。但是应该相对来说，比起在外面直接打车还要安全一点。 其实这里的天气没有说很热，蛮凉快一下。那个 driver 哦，讲突然又不见掉，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啊，这里的天气其实是蛮凉快的，20几度了，该我看。 晚上的时候是去到10多度这样子，其实8度这样子，只是可能空气有点肮脏啊。
的 lobby lounge。Oh, thank you. Thank you. 给大家开箱一下这房间。对啊，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有一点点肮脏，也不多，就一点点。然后，厕所。这个是猫浪漫的花洒，这个是 travel 了差不多一天的脸，我已经不知道我在什么国家了，现在好好休息吧。我觉得 Bangladesh 这个很贴心，什么插口都有耶。啊，我这次没有一个人出去啊，我有哈顾啊，要不然全部要讲我。进去上门的慢。Okay. 刚刚给了酒店的钱，五晚一共是990马币，其实价钱还可以，在大概这个市中心，然后其实这间酒店还算不错了。给了酒店的钱，当然是要用他的东西呀、啊，哎。Good evening. Good. Yeah, good. I like it. Light turn. No need, no need. 其实很丰富一些哈，它的器械啊，全部就是，我喜欢。Uber X Premier 啦。OK OK。我还有豆豆先的，对，对，对。